美食男你好，特工帮你找今天吃什么，渊明南路上面找一找。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我现在呢就在南昌市的渊明南路上。那今天是真的好冷，而且风非常大哈。在美食界，唯一能和这样的天气所抗衡的就是火锅了。其实火锅呢也有着明显的南北地域差异啊，比如说北方呢大多是以铜锅为主，而南方代表呢却是川锅。说到川锅呢，咱们今天来到了渊明南路上，就一定要找一家川锅店吃一吃。而这家店呢其实才开张不到一个礼拜左右，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我呢？哎，底料，现炒的火锅底料，走吧。火锅由四个90后年轻人创办的火锅品牌，装修虽然很潮，但做的却是最传统的四川火锅。川蜀地区阴冷潮湿，鲜香麻辣的火锅可以帮助人们驱寒祛湿。如今川锅的味道早已飘出了这片盆地，闯入全国各地的美食榜单。在中国，很少有一种味道能征服如此多不同口味的人群，但是川锅就能。其实呢，在南昌的四川火锅店也不少，而且当中呢还有一些是连锁的大品牌。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底料呢一般都是由公司统一配送的，一袋一袋塑封好的，然后呢就直接倒进锅里用高汤一冲就好了。也不是说这样的不好吃，我总觉得吧，作为正宗的川锅来说，没有一份现炒的火锅底料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味道。好在呢，新青年火锅是填补了我心中的遗憾。那待会儿我们就去看看他们现场是如何炒制的吧。现在在我面前呢，就是一锅红彤彤的火锅了。那据老板介绍呢，我们家是专门做传统火锅的，对吧？对。那我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算得上是比较好的火锅底料呢？首先得介绍四川味美的四个字。首先就是色。因为我们做的红油火锅嘛，它颜色一定得红通红亮，然后第二就是香了。哇，说到这个香哈，真的非常的香，而且是那种越来越香的那种感觉了，一直在炒，一直在加香的感觉。那我想问一下啊，这样现场炒制的这个火锅底料和用高汤冲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我就得给你看一下我们家的秘密武器了。哦，你看，猜这是什么？这个闻起来有点像油，它的形状呢比较硬，像豆腐一样。这是我们家的牛油。哦，这就是牛油火锅当中的牛油是吗？然后要添加进去，不加任何高汤。啊，不加任何高汤。对，直接用这个全牛油。哇，这个好像和我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一袋一袋的火锅底料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哈。这个都是我们现熬的。哇，这个确实感觉到它的越炒越香啊！哎呀，我能不能尝一尝？尝一下这个会不会很辣？你为什么在偷笑？真的很辣吗？真的很辣，你可以尝一下。我尝一下啊！我不相信，我还是蛮能吃辣的，我觉得。那呛到了吗？没有呛到，辣味呛到了，真的好辣。但这种辣是很香的那种辣，越来越香，入嘴越嚼越香。那这个锅底什么时候好啊？我好想吃。还要再炒一会儿，因为让它的辣椒再加辣一点，会味道会慢慢的叠加起来，更浓郁。对，那您赶紧给我们上一锅好不好？好嘞，你再到外面稍等一会儿。好。等咱们的火锅配菜上齐之前呢，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其实呢，麻辣火锅是很多人都爱吃的，但是啊，也有例外。清代呢，有一个文人叫做袁枚，他呢算得上是咱们吃货界的鼻祖了。他有一本书呢叫做《随园食单》，当中呢却说了一大段火锅的坏话。因为他觉得呢，任何食物都是有不一样的烹煮时间的，但是火锅呢是把任何不一样的食物，比如说荤的、素的，不同食物属性呢都扔在里边一块煮，他觉得暴殄天物了。但是呢，后面我们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袁枚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呢是并没有川锅的。也许他那会儿要是能吃上一口川锅，他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我认为呢，川锅可以说得上是人与食物最直接的情感体现了。
连娜娜给你上菜了，先给你上几个荤菜，鸭血、毛肚、鹅肠。哇，辛苦了辛苦了，来老板坐。其实呢，一家火锅店它到底正不正宗呢，从这个上菜的次序也能看出来啊。首先上的是这个鸭血、毛肚还有鹅肠，这个呢叫做快熟菜，就这个菜呢往锅里面一烫，一起来往油碟上面一裹，就能往嘴里塞，那叫一个美。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专业的啊。一看主持人就是吃火锅的行家，那你尝尝我们家东西地不地道啊。其实呢，吃内脏呢主要是吃一个鲜字啊。来看一下这个毛肚，一般呢吃饲料的牛呢毛肚是黑色的，吃庄稼粮食的牛呢毛肚是发黄的，但是呢别吃太白的，那一般都是火碱烧过的啊，对身体不太好。你这毛肚一看就觉得新鲜，不吃我都知道，够鲜够爽够脆。我真是服了，主持人肯定知道七上八下的毛肚小窍门，肯定知道吧？那必须的呀，一烫一翻就上来，用这个油料一裹，绝对好吃。但是呢，说到这儿呢，我有点特别好奇啊，我们这一碗这个鸭血好像和我平常见到的还真不大一样哎，这个好像是刚刚脱水的状态啊，像果冻一样的晃来晃去的，对，而且水状特别多啊。对，这是我们刚从菜场拿来的鸭血，是我们家鸭血得靠缘分的。啊？怎么说？那个每天早上4点钟我们会去菜场鸡鸭档口，别人现杀我们现取，都是限量的。哇，所以说今天我还是运气挺好的。对，那咱们来试试这个鸭血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好。这新鲜的鸭血基本上一烫就熟了吧？对。好，我们来夹起来。哇，刚刚我们在这个下鸭血的时候也看到了啊，基本上是一碰就碎，一碰就化，真的是非常的鲜嫩。不知道这么新鲜的鸭血吃起来的口感是什么样的？特别特别的嫩，真的。这是我们家特色菜啊，必须得尝尝了。哇。新鲜鸭血真的是你下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吃的时候要特别温柔，因为不小心就可能化了，你找不着了。然后这个新鲜鸭血呢和平常那种凝固好了的切好的鸭血还真的不大一样，像那种的话呢它可能是那种比较干，然后是那种虽然说它比较嫩，但是不是那种鲜嫩的感觉，对，这种嫩滑，但是这个是更多是鲜嫩，而且你能吃到那种就是它血液当中那种很多小的细孔，那种纤维的质感，能够吃到鸭血的质感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在别的火锅店没有吃过的感觉，真的很棒。那你尝一下我们家的鹅肠啊。鹅肠啊，一般来说很多人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吃鸭肠的这个地步啊，其实呢这个鹅肠呢比鸭肠要更大更宽，吃起来更满足，而且嚼劲和韧劲都要更好啊。那你就给我推荐，那你给我涮一个吧。好嘞。好。今天我这种咔嚓咔嚓吃的声音太脆了，你能听到吗？火锅店那么多，每一家都得有点自己的独门秘菜。在新青年火锅，贡菜手打肉丸和麻辣排骨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先说这贡菜手打肉丸，贡菜色泽鲜绿，质地爽口，吃起来像海蜇一样，能抗衰老防癌，四川人最爱的蔬菜之一。将上等五花肉剁碎和贡菜搅拌均匀之后，接下来就是个力气活了，将肉糜不断的摔打，这样翻来覆去几百次之后，再将肉糜捏成一个个肉丸，口感爽脆弹牙。Girl, it makes me feel alive, hey. 麻辣排骨用秘制辣椒粉混合孜然、花椒、十三香，将新鲜排骨腌制，看上去火辣十足，其实肉香四溢，辣椒只是用来提香而已。今天的火锅呢吃的我就是一个字爽，热气腾腾，吃的我是热汗呼呼往外冒啊。
用智慧与灵气激发食材的本味。再将美食盛放于美器之上，如此精致和用心的日本料理，作为美食通路怎么可能错过呢？都说这个日料啊是用眼睛品尝的艺术，每一道菜呢就像是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一般，用来慢慢的咀嚼回味。但是作为吃货的我呢，我觉得日料最过瘾的就是放题。放题其实就是自助餐了，它和普通的自助餐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自助餐是将烹制好的食物陈列出来，客人想吃什么就拿什么，而放题是即点即做，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料理的新鲜度。位于瑞怡酒店二楼的高端日本料理自助江户前日本料理，就用美味的菜品和高性价比的价格，征服了一大票日料控们的味蕾。常全国出差，然后的话就是江西的话，因为本身不靠海嘛，然后的话这边的话还是蛮正宗也蛮新鲜的一个东西。这家日本料理我也不是第一次来，我还是蛮喜欢这家这个它的口味的。首先它的这个无论是刺身也好，还是我们讲的三文鱼海鲜也好，它这个一个是量足，二一个就是它比较新鲜。这个我们这个身为一个顾客，还是吃的东西还是比较讲究一个质量，是吧？这个，所以它这个质量我们还是非常放心的。这个我要给这家店点个赞。我种类都特别多，然后我们吃的都很过瘾，也挺好吃的。我以前吃的都是回转寿司，会比较多一点那种质量。这种的话就它现做现卖的嘛。这家店的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我很早就开始来这家店吃。后来南昌不是开了很多家其他的吗？我感觉收费都有点高，然后菜品其实也是差不多。我觉得我下次还会再来。我们江户前总店在美丽的城市辽宁大连，我们南昌江户前呢，所用的海鲜全都是从辽宁大连空运过来，每周至少两次，为的就是让南昌咱们人民能吃到新鲜、地道、特色、特别传统的日本料理。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此刻！当当当，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一桌是人均200块都不到就能吃到的，而且呢有140多种的品种呢供大家选择。-60度超低温冷冻阿根廷甜虾，上等的金枪鱼、冰镇海螺都是别人家日料吃不到的哟。那我们从哪道菜开始尝呢？那我们就从这道柠檬虾，这个也是我们店的招牌菜，也是桌桌必点。点单率很高，点单率非常高。比如说会反复点吗？对，一个人可非常喜欢吃的话，可以吃2到3份。如果40桌的话，可能要卖出60份之多。那每天就是成倍的卖出。对。作为江户前的招牌炸虾，柠檬虾采用大连特产上等优质大虾仁，裹上自制面粉，炸至金黄色捞出，搭配独家秘制的柠檬酱，外酥里嫩，口齿留香。哦，它上面这个淡黄色的就是柠檬酱是吗？对，它比较厚哈。它酸酸甜甜的，加上还是炸过的这个虾子，它又有油炸的那种香酥的感觉。对，口感很丰富，它不仅有这个炸过的这种香味儿，然后还有这个柠檬酱，比较解腻一些，然后比较清甜的感觉，回味特别清香。挺好吃的。虾仁的鲜美加上柠檬的清香，简单食材之间的碰撞搭配，往往能创造令人惊喜的美味。另外，咱们的杨厨也特别强调，就连最常见的寿司，江户前做的也跟别家有所不同。好，我们来尝一块这个寿司。这寿司看起来很清新的感觉哦。像我们家这个寿司米采用日本优质的米源在辽宁培育的所以说这个米其特点就是没有弹性入口即散所以说像好的寿司米源很关键，就是寿司米很关键。其中278元的套餐包括法式铁板鹅肝、松茸海参清汤、铁板牛仔骨、板烧火海螺各一份，而来自辽宁大连特产的野生海参汤，在冬天喝是特别好的。
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海参不仅是珍贵的食材，也是名贵的药材。这道海参汤里面有松茸作为底汤，配有银杏、百合，清煮而成。其实这个海参呢，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它这个汤里面呢是加了一些这个松茸作为底汤，有这个提鲜的作用，让这个汤呢喝起来比较鲜，再搭配上这个海参。然后这个海参其实在冬天吃呢，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哈，因为冬季嘛，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感冒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它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然后胶原蛋白结合在一起，这样吃的话呢就有这个强身健体的功效，所以说冬天还是比较适合喝这个海参汤的。而在398的豪华自助套餐内，在之前的基础上还赠送了铁板澳洲龙虾仔半只、深海鲟鱼子酱一份、西京风味烤银鳕鱼一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限时赠送的新西兰野生深海鳌虾了。虽然深海鳌虾呢可能跟我们的普通的小龙虾有些相似，但是当你入口之后一定能感受得到真正的这个味觉的享受。生产优质出众的食物是一门精致的艺术，而新西兰恰恰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岛国，气候宜人，植被茂盛，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新西兰的深海鳌虾汲取了当地自然精华，呈现出新鲜清新的色泽和晶莹剔透的外形，纯天然无污染的感觉跃然于眼前。鳌虾的生长缓慢，夏龄达到15年以上，因为资源短缺，为了保护起见，一般新西兰准许捕捞上来的鳌虾均生长了10年以上，而且每年规定捕捞限额为600吨，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说到烹饪方法，不管是辣炒还是焖焗，都能体现出不一样的风味。但我认为这样的美味，过于繁杂的这个烹饪手法反而喧宾夺主。日式刺身恰恰能体现出深海鳌虾层层叠叠的鲜美口感。哇，这个肉质很细嫩哎，而且有一种这种清甜的感觉。哇，这吃到嘴巴里呢，这个肉质感觉很顺滑，可以吃得出来哈，这个鳌虾的这个食材呢是非常新鲜的，而且有一种很软绵的感觉。吃进嘴巴里呢，有一种口齿留香的感觉，哇，好好吃。在南昌，爱吃日料的朋友越来越多，而对于日料大胃王来说，找一家日料放题店来一次无强进无强出的畅快之旅，那才是他们最在意的事儿。